大家好，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传统杨氏太极推手教程。传统杨氏太极推手是依巴陈氏太极推手的技术。杨氏为了更好的继承与发扬，经过了三代人的呕心沥血的努力，总结出一套系统独特、严谨而全面的训练方法。此套训练方法总结的依据是以烂还结为基础，制定了杨氏特性的推手技术。主要内容包括单推手、双推手、定步与活步推手、四正手及四御手及随心所欲的推手训练方式。烂环诀的歌诀是：烂环术法最难通，上下相随妙无穷，陷敌深入烂环内，四两千斤招法成，手脚七剑横竖爪，掌中烂环落不空，欲知烂环法何在，发落点对即成功。理解烂环诀三字的含义是：烂无定向的大小不同的环，环是圈也，诀是把各空间大小不同的环有序的组织在一个圆心上，成为一个球体。全诀上所云，烂环成球也。正如杨氏太极推手技术总结的歌诀所云，一平二经三尾环，四走乾坤双手连，三环套月成球体，抽丝膨劲细于推演。下面我向大家介绍杨氏太极推手的基本特点。基本特点一，训练方法独特、严谨而全面。第二个特点是可以个人走空单操单练，又可以大型集体演练。第三个特点是推手不用手。以上是传统杨氏太极推手的技术特点。传统杨氏太极推手技术是杨氏太极拳第二代名家杨建豪传授于胡兴斋老师，胡兴斋老师传授于我。下面由我向大家介绍传统杨氏太极推手的技术。活步推手，活步推手第一个式子是活步单推手，请看示范。从预备式开始，是吧？从正面看，一步一平圈，下面请看，从侧面看，侧步、上步，此次主要是一步的活步，一步一圈，要求活步万次落在一个脚握上。这是活步单推手的其中一种形式，是走的是平圈。下面向大家介绍活步立而单推手。从预备式开始，中心后移，侧右步，画立圈，这是活步顺时针。请看活步逆时针，从侧面再看，活步
下。国部，你是在说你是在从上边回来，下边出去。是活部内院单推手。下面介绍两步两圈的内院推手法，请看示范。是一退步，手向下向后向上，上肢走的是八字的形的两圈，个人单推手示范到这。下面请看双人示范。和甲侧步，这个是平圈逆时针的活步单推手。现在是活步顺时针单推手，下面是立圆活步单推手，逆时针的立圆单推手，此种练习主要是活步，贯刺一步落在一个脚握上。现在是两步两圈，两人经过两步画一个八字形的立圆，在训练过程当中要求两人步伐配合默契，擦杆这个动作因为对方向我膨劲过大，把它化掉扑面而回而的动作。主要这个动作都通过手的方式把对方神经打断啊，把对方放出去。下边我向大家介绍活步单腿手的发放的时间问题。发放时间最佳的时间是对方在起步之后落步之前进行发放，相对的都是如此，请看示范。发现最好时机就是起步在双方都没有落步的这么一瞬间，是就是黄金时刻都是如此，是吧？
起步之后，落步之前要打放，让些活不单腿手的主要是找这个时间差，啊，是，好。单腿活步所注意的事项要保持立身中正，是吧？也就像全论所说的，委以中正，仰是运动当中的常用术语，也就是进退立身形，定是委中正，要把手法推轻，步法的虚实变换清楚。单腿活步单腿手介绍到这，玉女穿梭活步双腿手，请看示范。从预备式开始，假坐，推脱脊滚，虚步捋二，上步，那假从正面看，从侧面看，预备，走。弓步推脱脊滚，虚步捋按，上步推脱脊滚，虚步捋按，上步推脱脊滚，虚步捋按，上步推脱脊滚，虚步捋按，侧步捋按，弓步推脱，虚步侧步，是甲的单操。下面请看乙的单操动作，从预备式开始。虚步捧脊，退步挤，上步挤，虚步捧脊，上步挤捧，虚步捧脊，上步挤捧，退步挤，虚步捧脊，侧步挤。从正面看，从侧面看，虚步捧脊，上步弓步挤，虚步捧脊，上步弓步挤，虚步捧脊，上步变左弓步挤，侧步挤。虚步捧脊，侧步弓步挤，虚步捧脊，侧步弓步挤，假的示范到这。下面请看双人示范，
下面向大家介绍活步双推手的第三个式子，第三个式子的名称叫抱虎归山活步双推手，请看示范。脚从预备式开始，重心后移，两手向右后下方捋，上步换手式，向右后向左后方下捋，这是二步捋。上左步，现在退步二步捋，退左步，推右步向左后方下捋，退左步向右后下方捋，这为二步捋。下面介绍顺步捋法，从预备开始，重心后移，两手向左下方后捋，上左步，两手向右后下方捋，这为顺步捋。上左步换手，重心后移向右后下方捋，这为顺步捋。下面走退步顺步捋，单蓬手换手式，退右步向右后下方捋，退左步向左后下方后捋，退右步向右后下方捋。先看从侧面演练一遍，从预备式开始，先走二步捋，上左步，两手向后下方捋，上右步，两手向右后下方捋，为二步捋，上左步，向左后下方捋，退步，退左步，两手向右后下方捋，退右步，两手向左下方捋，这为二步退步捋。下面介绍一下顺步捋，从预备式开始，重心后移，两手向左后下方捋，腰上左步，单蓬手换式，重心后移，两手向右后下方捋，这为顺步捋。上左步换手，膝部向后下方捋，上右步换手，重心后移走下方捋，走退步顺步捋，退右步向右后下方捋，退左步向左下方捋，退右步向右后下方捋，退左步，两手向左后下方捋，这为假立单操动作。下面介绍倚立单操动作，从预备式开始，重心前移，走弓步挤靠，双方后捋，这个叫顺步挤靠。上右步走摘锤，双方捋按，
横批，尚不在垂几号，所退步几号，吕啊，退步走在垂几号，三番后吕，所进步在垂几号。从正面看，从侧面演练一遍。从预备式开始，弓步向前，手进步再吹几扣，转翻后捋，上左步，走左弓步几扣，上右步，走弓步几扣，转翻后捋，按。横提进步做左弓步几扣，走退步几扣，转翻捋，横提做弓步几扣，退步做弓步几扣，退左步走右弓步几扣，退右步做左弓步几扣。一个动作介绍到这，下面请看双人演练。对方侧步，我弓步几扣，对方侧步，我右弓步几扣，对方侧步，我左弓步几扣，对方侧步，我右弓步几扣，对方侧步，我左弓步几扣，对方侧步，我右弓步几扣。我侧步，对方捋，对方上步捋，我左弓步几扣，对方上步捋，我左弓步几扣，对方上步，我右弓步几扣，对方上步，我左弓步几扣。我捋，对方几扣，顺步捋，对方侧步，我捋开，对方侧步，我下捋，对方退步，我左捋，对方侧步，我顺捋，我退步捋，对方几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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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步捋，拆完这个动作，我走捋的过程当中，他进行几扣，劲儿已经向我发来，我才退步打的。下边请看顺二步的捋和几扣。我重心后移，向右后下方捋，这位我的捋二步捋。这重心后移向左后方捋，这位顺步捋。现在二步捋，顺步捋，我这个叫顺步几扣，
现在为奥部抵靠，顺部抵靠，奥部抵靠，抱虎归山双推手介绍到这。下面介绍四正手第四个式子，叫转环步双推手。转环步双推手的基本歌诀是：一脉双理，单手锤，转体扣步由问谁，往复换位要中土，旋转踩靠蝶飞舞。现在把基本歌诀向大家解释一下。说一脉双理单手锤讲的是，都是斜线上步，就是右足向左足尖上步，这个为一线斜线上步，为叫一脉。双手捋，那就是上右步双手捋，这个叫一脉双理。单手锤是上右步摘右锤，这个叫单手锤。请看示范这一些，是吧？一脉双捋，手一脉就是右脚向左足尖前方迈步，然后足尖外摆，重心前移摆扣，转体扣步。左足向右足尖迈步，足尖外摆，转体扣步，这个叫一脉双捋单手锤。转体扣步由问谁，就是这个意思。往复换位要中头，也就是两个人围着一个圆形转圈，这个叫往复换位要中头。基本歌诀介绍到这，下面请看单音示范。上右步摘锤转体，这是乙。上步摘锤抵靠，上右步摘右锤，手脚齐到。上左步摘左锤，转体扣步。下子的步伐讲的是一掰一扣，转体180度。这是乙。下面看甲。甲的动作是上右步两手后右捋，交叉步行。上左步两手向左后下方捋，这是甲的基本单操动作。个人单操介绍到这，下面请看双人练习。从预备开始，甲乙双方互相换位，我上步捋，对方是上步抵靠，捋，我上右步右后下方捋，对方是上右步前抵靠，我向左步向右左后方捋，
此次的练习方法主要是两边四个脚位同时换位，在一个圆形上中途不离位的意思。捋上步奥步捋，对方上顺步即靠，练习此次的主要是练习下肢步伐，一掰一扣，转体180度。练习此次的时候，上肢要注意走双捋和上步要同步，视线围着中心轴看，下面请注意甲方变乙，此种练习方法主要是练步伐为主，正像拳论上所说，太极腰八卦步，两人在运动当中找对方的空隙，也就像传统上所说，定在有序，中在得恒，此种动作主要是对方捋我的时候转翻以后上去走前打。下面请看捋手的发放动作，还是那个还手，蔡刚，这个是对方迈步我也迈步的同时走捋，他走几靠的时候他靠进来我才侧身打的，转环步四正手，介绍到这。下面向大家介绍活步推手第五个式子，第五个式子叫做平推活步四正手。下面请看示范。活步平推四正手讲的步伐主要是五步二人抢，何叫五步二人抢？就是五个步两个人走，音是两步半，请看示范。上边一圈，落步、侧步、捋、按、前足提起，上步、捧脊、单指掌换手，落步、侧步、捋、按。单推手啊，捋啊，捧起换手，捋
啊，再从正面看一遍，五步安抢的步伐是从预备搭手式走二，前足踢起，胯弧向里落步，一、二、三，后足踢起，落步，侧步，再侧步变二，一捧，二挤，三换手，四里，五二。这个步法是传统杨氏平推四正手的五步安抢的动作。下面请看双人练习。搭手的形式是下肢脚出左足，乙出右足，两腿小腿要求搭上。下面开始进行活步，右左足从外向里拿落步，前按，我落步，侧步，捋。按单支长按，捋，按，捧，起，换手，换式，坐步侧步走捋二，进步走捧起换手，平腿活步，双腿手，介绍到这。下面向大家介绍活步双腿手的第六个式子，叫做中束轴双腿手。下面请看示范。这种步行在杨氏太极推手当中叫做几步，按照杨氏太极推手的规律来看，在步法上是几步是最快的一种。这个叫顺步中束轴双推手，也就是右足在前搭右手为主，这个叫顺步中束轴双推手。中束轴双推手的基本要点是上下为主，前后为辅的这么一种动作。走上为了就是提上拔高，位置在走下走踩里。前面介绍的是顺步中束轴双推手，下边介绍二步中束轴双推手。二步也就是右步在前搭左手，根部提上拔高，位置在虚部偷步前进，手的中束轴两手走上下前都是变形的数，
走月牙曲线为主导的路线。请大家注意，下边我给做乙的动作，从预备式开始，肝部上捧脊，上部踩按，肝部上捧，上部前捧脊，肝部前捧脊，上部捧脊，向上捧脊，向后侧步，乙的动作走上下都是顺参师。中速柔的狭乙单操介绍到这，下边请看双人对刃中速柔的双推手，主要练习根部和脊部的动作，这个叫脊部，这个叫根部。这个叫侧部，这叫退步，侧部，弓侧部，退，侧，退步上踩，侧步下按，下面请看奥步的中速轴动作，根部，进步，根部，下踩进步，上捧根部，上捧退步，下踩侧，上捧退，下踩侧步，上捧退步，下踩侧步，上捧退步，中速柔活步双抬手介绍到这。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传统杨氏太极推手训练教程，通过上述的演练形式向大家已经做以说明，下面进行一下小解。此套训练方法按照杨氏推手这个规律来看，在训练方法上是比较独特、严谨而又全面的，是吧？又可以单人走空，又可以大型操练，是吧？在上述演练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不足，希望同道可以谅解。下边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关于传统杨氏太极推手的训练基本功有几句原则向大家做一介绍。三关竖起臂前捧，足踏四平乾坤变，蹬推踩踏三关领，逞推落座三关侧，提顶竖向
信蒙开，敌谷下坠，前铁来，苏兄松府，须两夜，两怀松静，气腾言。下边简单和大家做一解释。三关竖起臂前旁的意思，主要在练杨氏太极推手的同时，首先要练习自己走桩步。走桩步的基本原则，把两个上臂向上捧举。所谓的三关竖起，也就是提顶竖下，为理中正的意思，是吧？在演练自己桩步的同时，两臂要一直在前捧，向前迈步，退步，大家再从侧面看，从虚部变弓步，讲的是蹬吹踩踏。何谓蹬吹？虚部变弓步的时候，后足跟向下向后蹬长，这位蹬吹。前小腿推到竖直的时候，前足尖向下踩，后踢跟踢跟抬足，这位前脚位踏。蹬吹踩踏提步收步落座屈蹲上步，蹬吹踩踏提跟抬足收步屈蹲落座迈步，这个讲的蹬吹踩踏三关岭撑推落座。何谓撑推？从弓步变虚步，前足尖向下向前撑推，这是为落座提前足收足，这为撑推落座三关侧。在自己练功的时候，退步足跟要求外撇，后脚打到附加脚上，随着功夫加深，后足跟尽量外撇，才刚介绍的是头几句话，关于三关竖起臂前旁，足踏四平乾坤变，蹬吹踩踏三关岭，撑推落座三关侧。关于总歌节介绍到这，谢谢大家。